写信告诉我，今天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听，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就当最后约定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，真的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躺在棚屋的海边，开着直播。想象自己是一个小魔怪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什么事情都不用烦恼，无忧无虑的躺在海边啊，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！